哦，阿国达这个都不止一个月。嗯，艾登，澳洲版 F18 首航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准备。加油！对啊，要什么资源叫小白猴？有点偏左，有点偏左。偏左对。打右吗？现在偏左。小心哦，小心太垂直。赞。风大的关系，会晃。啊，对啊，降落都会晃。顶风就那么快了啊，顺风就更快。哎，对哦，来一下顺风看看。哎呀，顶着风就那么快了。先试着飞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准备降落了。1分40秒。对，加速。这家对来讲足熟悉的。第一段机，减速。好，减速，现在是第一段。好，准备降落了。放出来。我们 F18开始要对跑道。好，对正了。第二段机翼了。对，第二段机翼，对，没错。第二段襟翼全开了，襟翼效果做好了呢。哎呀，是呀，首航成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第一段襟翼减速，第二段襟翼那是刹车啊。山上在飞第一架，有襟翼。万大开始叫阿爸啦。一打好变好慢。对呀、啊。慢的话比较好操作嘛。哎，在万大首航成功就是叫那烤鸭。烤鸭，为什么？机组拍一张。好。漂亮漂亮。再拿进去。哦，会太阳。